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今天给这只哈士奇打第三针疫苗啊。打完这一针之后，疫苗就齐全了，还差一针狂犬。我这是不给打狂犬的，到客户手里面，一般是客户自行给他打狂犬。这只哈士奇到我家里面也快20天了，当时去狗场去挑狗的时候，我是不想要这只哈士奇的，因为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话，哈士奇不太好卖。前几年哈士奇比较好卖，最近，今年啊，尤其是最近，这个狗不太好卖。我觉得原因还是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啊，包括养哈士奇的一些铲屎官啊，他们对哈士奇的评价确实不太好，二哈的评价也不是浪得虚名啊。喜欢哈士奇的人一般都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，确实外表还是比较帅气啊，但是他的性格确实不是一般的人能驾驭得了啊。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，一哈顶三虎，三哈成航母，五哈斗上帝，十哈创世纪，百哈毁灭银河系，千哈称霸宇宙第一。俗话说得好，狼若回头必有缘由，不是报恩便是报仇，二哈回头日子到头，不是拆家便是拆楼。所以说二哈这个犬种近两年是比较难卖的啊，是比较难卖的。再加上它前几年，市场行情比较好，养殖的繁殖的人比较多，所以说现在它的市场保有量还是比较大的，市场比较饱和，狗也多，再加上人慢慢的开始不喜欢它，所以说，最近二哈是不太好卖。这只二哈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干脆就不卖了，马上也到元旦了啊，明天就是元旦了，新年的元旦了。这只狗狗这样子做一个元旦的活动，新年活动，把它给送出去。在微信里面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，随机抽取的，所有的人只要是想参与的都可以参与，可以联系我，添加我，或者是给我私信。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，把这只哈士奇送给他，作为新年礼物。活动是这样子啊，活动是有一个小程序，微信小程序里面，自动抽奖啊，随机抽奖。活动日期是从2021年的1月1日到1月7日啊，1月7日晚8点开奖。首先参与抽奖，然后转发我的朋友圈，不准屏蔽，不准仅自己可见，不准删除。获奖的朋友啊，不管你是哪里的，运费是自理的，运费自理啊。在这里再说一下运费啊，有很多人找我买狗的朋友啊，很多找我买狗的朋友，上来就问我包不包邮。都是不包邮的，全部不包邮，而且你也不要跟我说包邮这个词，我听的就很反感。所有的狗狗都是宠物托运啊，都是专业的宠物托运，选择火车、汽车、空运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发快递啊，就是不发快递，你不要跟我提包邮。另外，所有的报价都是只是狗狗的报价啊。是运费是另算的，运费托运公司收多少就是多少，这个不是我能掌握的。运输方式的不同，还有运输距离的远近啊，运费都是不同的，可能有的都相差好几倍的运费，这样子我是没办法给你，直接报这个包运费的价格的。好了，咱接着说这只哈士奇啊，有想参与抽奖活动的朋友啊，可以评论或者是私信我。我们的活动日期是2021年的1月1日到1月7日啊，1月7日晚上8点开奖。谢谢大家。